在长滨的真名地区有一处浪漫的情人沙滩，你可以在这里踏浪、逐浪，享受两人或者是亲子同乐的家庭乐趣。在这，你可以躺在沙滩上听着海浪声，你也可以跟好朋友在沿岸追逐戏水。除此之外，在这里也提供美食佳肴供大家来选择。情人沙滩，老板已经帮客人准备了，就像刚刚山盟海鲜呐、啊，晚上好好的继续奋战一下。当然，来到了我们的托萨巴这边哦，一定少不了就是我们的波县的汤阿给，真的很赞。但是他吃，首先呢，你要闭起来，为什么？这样可以感受它的香味啊。我们要先品汤嘛，先闻一下，闻到。当然，真的吗？好，他们准备一些给戏啊，就戴手套。喂我，大家为美女服务啦。你要连皮吗？吼。对。这个太多，我这太多，你笑我开心。然后加这里胡椒粉吗？好。好，沾一点点胡椒粉。Take。来啊！好，我喂你，我喂你，你帮我拌一下，我喂你，快点。没有，真的，这我夹给你啊，来，这样看，你吃着啊。放假时给自己一个空间跟时间，来一趟情人沙滩之旅吧。以上新闻由动态新闻部的综合报道。